欢迎诸位来到 M 声优季，我是魏无羡。在活动开始前，咱们来说一下注意事项。放心，这可比兰氏家规少多了。第一，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钱袋。第二，记得把你的法器调至禁言模式。第三，请用你们的大眼睛和小耳朵记录本次活动。好了，大家准备好跟我一起度过 M 声优季了吗？真的准备好了吗？那么 M 声优季现在开始。蓝湛，我在。这应该够远了吧？山洞里错综复杂，那妖兽一时半会儿追不过来。哦，还真有点冷，我生个火去。哦，哎呀，暖和多了。哎，蓝湛，蓝湛，你起来会儿，看看这个香囊里有没有能用的草药。止血去毒的药物。蓝湛，你过来一点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给你上药啊。等一下。嗯？药草给我。怎么？你想自己动手啊？啊！疼！啊！不用给我敷药，我经常受伤的，早习惯了。一只小香囊里能装多少药材啊？本来就不够用了，还是紧着点你的腿吧。啊啊！记住疼痛，下次便不要了。我不也是没办法吗？那个绵绵是个女孩子，要是脸上打上这样一个东西，一辈子去不掉，多不好。你现在身上这个烙印，也一辈子都去不掉了。那不一样。又不是在脸上，而且我是男人，怕啥？男人一辈子还能不受几次伤，留几个疤吗？而且换一边想想，这个东西虽然去不掉了，但是它代表着我曾经保护过一个姑娘，而且这个姑娘今后一定会记住我，这辈子都忘不掉。想想也得、啊、你推我干嘛？你也知道她这辈子都忘不了你了啊。蓝湛，你我跟你是不是有仇啊？仇人，哼！你啊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你讨厌我，那我坐远点。你自己包扎吧，我不过去了。蓝湛，你今天真的好奇怪，这么粗鲁，说的话也不像你。你若是没有那个意思，就不要去撩拨人家。我撩随心所欲，却害得别人心烦意乱。我撩拨的又不是你，心烦意乱也轮不到你啊。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你喜欢绵绵。哼，请不要胡说八道。好吧，我胡说就当。哼哼，我为什么要和你在这里说这些废话？没办法，谁叫这里只剩下我们两个倒霉鬼了。你不跟我说废话，还能跟谁说呢？哎，江城他们跑出去，不知要多久才能找到元首，恐怕我们还得在这地底下待上一段时间。嗯，木西山离姑苏最近，应该是你们家的人先来，慢慢等就是了。再不济多等两天，江城也能赶回莲花坞。江城人机灵，温家的人挡不住他。
我们能撑过去的。等不到的。嗯？云深不知处，已经烧了。人都还在吧？你叔父，你哥哥，父亲快不在了，兄长失踪了。那个，蓝湛，你那个我是北影，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。哦，那个我不是想烦你，我就是想说，你冷不冷？你的衣服已经不能穿了，不过我的衣服烤干了，中衣给你，万一我留着。我知道中衣是贴身衣物，可外衣实在是太脏了。好，我出去看看那玄武有没有再追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额头好烫，我好像是有点晕，不会是发烧了吧？我都好几年没发过烧了，躺下。蓝湛，我累死了，睡吧。过了一天，好无聊啊，太安静了。蓝湛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饿了，你饿吗？要不你去弄点吃的吧。算了，你腿还伤着，你别去了。蓝湛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好闷啊，嘴闭着，眼也闭着，又不跟我说话，又不看我。你修禅啊你，和尚啊你。对，你们家祖上就是和尚，我都差点忘了。安静，你还在发烧，不要说话，留存体力。你终于搭腔了。你说怎么还没有人来救我们？耐心。怎么这么难熬？一定是因为跟你在一起的缘故。要是留下来的是江城就好了，跟他对骂都比现在这样跟你在一起有意思。江城，你死哪里去了？快七天了。我刚刚醒来，你又让我休息，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清醒状态的我吗？你想多了。我好无聊。蓝湛，咱们聊天吧，你开个头，好不好？好吗？你过往都是什么时候休息？你这个头开得好无聊啊，干巴巴的，让人很不想接下去。但是我给你个面子，还是接了吧。告诉你，我在莲花坞从来都是丑时以后才睡，经常通宵不睡。通宵呢，我可以不检点，恶习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们家的人一样吗？要改。我有病，我正在发烧。蓝二哥哥，你能说点好听的吗？哄哄这个可怜的我好不好？不会说。好吧。我就知道
那你不会说会不会唱啊？唱歌好吗？你唱歌好不好听啊？唱一个吧，唱歌吧，唱歌好不好？唱吧唱吧唱吧，唱歌好不好？Oh,
嘿嘿。Knock knock。韩光君。哈哈，怎么样？看看我这妆上的如何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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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洗掉。洗掉啊！这可是我花了半个时辰才画好的。之前的墨家妆，每每都能把人惊艳的目瞪口呆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啊？哦哟，这可是我精心为你装扮的，呕心沥血之作。啊！别不理人呀，韩光君，看我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看我，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嗯。真的，你真的觉得我好看啊？嗯。不是吧？这也能摁？要让我自己对着这副尊容，下个十倍也摁不了这一生啊！莫不是粉掉了？还是我画的还不够吓人呢？啊！客官，茶水了。啊！有鬼啊！有鬼啊！救命啊！看来不是我的技术问题，那蓝湛也太沉得住气了吧？哎，到底要怎么样他才会赶我走啊？啊！